对对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再一个用笔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是，你是怎么样去画出来这个笔触？我看打个比方，你从哪个地方开始画的？我就从外到里，然后非常好，这一对。From side to side。我这是用猜的。对对对。画个。就到中间。可以画一个像类似这个哈，啊，先画个正面的吧哈，正面的很难看，对，从前面往后画，画的时候要心里边有信心的啊。也是这样画是吧？是吧？画菊花、画花卉啊，切记不要不停的老是蘸墨，这个你知道是吧？这他跟你讲过，没讲过这个，不要老是，不要老是去蘸它，蘸墨。切记，对，你感觉到好像是，哎呦，这个怎么那么干了啊？干了也无所谓，一直画到没有。你看啊，像这些啊，再沾染不对，不要管它，永远画到最后。对，我感觉好像画到后来以后，怎么老是感觉，其实这时候是最舒服的时候了，应该是笔墨最舒服的时候了。画完它的时候啊，趁着笔干的时候啊，扫它一下，看，拖它一下啊，但是要顺势扫，看啊，顺势扫它。那么它这下，哎呀，穿插的特别结实了，知道哈？顺势扫一下。所以为什么要画到最后？你看好看了哈，对不对？幸亏你来过来教我，长知识。再一个就是，这个笔头，这个不用等它干就。不要等它干，干了它就润到一起去了。但是不要很重了啊。基本上都是每一片加，可是你可以这样看，这就行了，很放松，知道吧？画国画很有意思，就自己哄着自己玩，画国画。可以休息了。啊，这都可以了。远处的地方，近的地方必须1、2。离的。对，离眼睛比较近的地方，它为什么能看得特别真实？远处的地方就基本上是走势了，这样都可以，不要再重复它了啊。对对对，走到就走到，没走到就算，没走到就反正就是老天爷不让你走到了，就是这么意思。这个东西很哲学的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就是这个。而且这个啊，这个点子也是非常讲究的。然后点的这个方向都冲着这个花心去，不能往外点，不能往这儿点，不能往这儿点，但是。都冲这个，这不这个是花心啊？点的时候点撇啊，点往这儿撇，这个地方点呢也是往这儿撇啊，点，这样都无所谓的事啊，不要重复它，接地连心，它就是说花娣这个意思就这样点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。 大概其中画的有意思哈，对不对？这是那种没有，对，开的这种，这画就是随意的，对。 然后开始画那个花叶，花的叶你们都看过了，三笔画水是吧？你们这都学过是吧？赵书画，对不对？ 也是在写，像书法一样在写。有点，但是也是介字啊、个字啊，对，就是让他尽可能的让他放松，越放松越好。 这儿没酒以后，他不花了。做事一样，写狂草。对，基本上是中锋。中锋middle 20。这个虽然是趁着湿勾，但是稍微让它干一点，在潮的时候，潮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说啊，但是在潮的时候，似干未干的时候，然后勾它的花心。花心这个你们那个花，那个。 不要怕勾到外面来啊！这样就放松了。芥子园稍微老点儿，知道吧？芥子园有些东西啊，就是过于传统。 过于传统以后，画着心里腻歪了，不愿画，知道吧？现在那菊花看着都懵了。因为我过了很多，基本上他们都拿这个当教材用。对，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因为就是画芥子园，但是这一些你就加上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元素，现代。 点台这个，这句话挺好看。采菊东篱下，一般它好和竹子在一起，啊，是吧？既然这样完成这幅画，啊，挺漂亮的。这你的笔杆呢？这样有点像。So these dots is like just like those dots on the bamboo made, right? Some of the bamboo have these dots on it.《采菊东篱下》是谁的诗句啊？陶渊明。Called poem, Chinese poem。就是我好不好，知道吗？至少显得我有学问，然后还能背出来，是吧？ 我这全每个人都能回答上来。这样完成一幅中国画啊。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加颜色？就是如果是画一幅画，你之前想好说我就要用颜色来画，还是说我画好之后？这些也可以加颜色，也可以不加颜色，这都可以，这都没问题了。但是有的时候会想说加颜色会好看一点吗？也不一定，啊对，有时候其实加色是遮丑，知道吧？比较好卖，这个一张卖1万，那个一张卖15000，它能一样吗？ It's very fragile and sometimes you add color just to hide something somewhere. It's not perfect. It's colorful. 《陶风诗句》送你小木块儿。完成了以后，你们会很喜欢这种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借鉴。每日3处相处。That's for our group now. 今天我们是有缘分的，你说。缘分不会说吧？ 里面有这个词。Always has connections. Yeah. 美女太多，有点晕。不是，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你看我，看我不知道往哪盖这个什么了。你要想看颜色，我再给你加点颜色。我跟你讲哈，这不这现在是一个水墨的，基本上这就完成了。看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中国画的一个构图，这是一个啊，谢谢。 完整的构图，想要再丰富它一点儿啊，想要再丰富它一点儿，完全可以放一点那个，朱标和藤黄，我给你说一下，你看啊，再把它完成一下。你先把这个拍一下，先把这个水墨的拍一下，等会儿就没了。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。